最音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越来越火。我来，我主持，我开场，你来干嘛？啊，我来这，我小编，我为什么能来这？讨厌你，你走，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我走就走，等我老师给你说。来介绍一下今天，什么回事？怎么回事？能不能这么欺负我？你们？作为爱豆深处自然黑，再好的爱豆也难逃成员一怼。然而眼尖的本宝宝却发现，哪怕在某些团魂炸裂到都快要漫出来的团体中，也免不了有个别小可怜甚至啥事没做就受尽成员的挤兑。你们可不能因为瞧我欧巴可爱就欺负他呀。大是韩团中的团七之防弹少年团 Jimmy 无条件接受了全团控。作为防弹少年团五月回归 MV 中因第3分33秒瞬间爆发型舞蹈而创造了绝对热点话题的成员 Jimmy， 仅靠着台上能御有能量，不止少女粉，甚至还是一众姨母饭都魂牵梦绕的存在。台上撩发撩衣的志明雨姬，台下却是格外的蠢萌易扑倒，也正因软软的性子在团内受尽欺压。首先正如吉米自己所言，在全团面对镜头时，吉米常会受到成员们的抢镜拦截，难得说上话，偶尔在成员闹腾完毕后获得说话机会，然而说完又免不了一顿 diss。 뜨겁고어두운매력지민입니다그냥지민이에요가요네제사랑이그냥지민입니다그냥지민其次则是万年身高岗，小手小脚的吉米在哪怕忙内身高都高过了自己的防弹少年团中，常常逃不过成员的调戏。当面已如此，到了背后，七通属九五烂的亲姑太太，甚至在外国路人的面前也不忘黑一把吉米。然而全团上下老少皆弃的帕基米尼，却又靠着一颗凡是队友哪怕闹腾上天都无条件接纳的善良真心融化了成员。首先面对忙内田久国出席的避开，能够锲而不舍，偶尔闹腾也欣然接受。喂呀喂呀自然获得了弟弟的回应。而对于相爱相杀的同岁金泰亨，看到其主持表现后，吉米也会微笑着送他鼓励。最后此时无论怎么逗他都不会翻脸的团内哥哥也宠溺表示，吉米有多么说哟，给不了这个衣服。吉米靠着天生好脾气成为看似团七但更像是伪萌那般人人都真宠的存在。加之吉米虽然软萌，但面对对成员有敌意的外人时，又分分钟变身实打实釜山真男人严哭阿米，自然是团员与粉丝最珍惜的存在了。好的，吉米要做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过来去团是韩团中的团七之 winner 宋敏浩，超高情商的伪团傻。如果说吉米的团七是后天的性格使然，那 winner 中明明一副强势脸，在台下又意外犯傻反差的虚式低音炮宋敏浩，确实在组合正式出道前就被算命老师一语命中的团七担当。강승윤씨한테도피가눌리고이승훈씨한테도피가눌리고혹시남태현씨한테제대로또눌리고纵观宋图道的团七之路，首先是自己的沙梗成员常常不想接，比如在全员需要一起用电脑看视频时，宋敏浩调戏大家在一旁要播不播，结果遭到了全团冷漠脸。아무런의심없이장난치는민호씨不累。其次则是遇到外人挤兑时没人帮，集体出演综艺时主持人故意曲解其说话的本意，结果姜雷的则迅速撇清了宋敏浩与 Winner 的关系。걔는뭐한대저희도바빠가지고
뭐라고? 그런 소리 아니야. 아, 저희 위너의 공식적인 입장은 아닙니다. 아, 그럼 개인적인 입장. 진로그래? 진로그래만 이런 식으로 이렇게 最后是甚至谁都没得罪也猝不及防地被欺压日常像是好不容易做好的零食却被隔壁李承勋一竹签挑走吃掉输掉游戏被全员深埋在沙滩上不仅被白羞耻造型甚至成员连带着摄制组都集体撤走留他独自大叫也无人搭理老大哥你在中国里还站啊该发过去啊然而，台下看似杀土豆，其实却靠着高情商与真实力，在团内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因为，正如同团男太炫所言，저희도되게힘들다가도민호형을보면은그냥막웃게되고다시이렇게바이브가좋아지니까首先是因为宋明浩的高情商，当别人抛出 diss 梗时，宋明浩不会显得经不起调侃，也又不会真的生气让人尴尬。살이쪘다는얘기가있던데当成员因节目时长不够，趁他洗头要删减他唱歌分量时，也能搞笑面对。그래서랩을뭐나눠서하거나아니야그렇게구차하게그렇게안하고아그래숫자가뭐야그런단어나에겐없어且哪怕日常再被欺，正经工作的时候明明是 rap 担当，也能在 Willer 此次回归中解除作为先行曲的抒情歌，并因觉得适合南泰炫嗓音而大方邀他一起唱。저한테갑자기들려주면서태어나이거멜로디이사비부분을너가부르면어떻겠냐해가지고곡을딱들어봤는데곡이너무좋은거예요그예쁜입술꼭닫아줘요괴롭히지말아줘因此宋敏浩靠着实力兼具高 IQ 自然能完美处理与全团的相爱相杀日常宝宝们也大可不必太担心自家的村傻欧巴哟大事韩团中的团七之 Big Bang 胜利主动狙击成员心的讨巧萌内成员本身同林鸟一言不合就互黑没错一声不羁放纵爱爆料的胜利欧巴分明团宠命确实仗着哥哥们宠爱肆意放猛料结果被反击沦为团七的存在이게승리의문제입니다왜없던말을자꾸지首先胜利既是萌内又爱小作死自然逃不过哥哥们的当面吐槽 MC 비투박스어도라마도라마엔키어데모우다가했다는뜻이요그럼지웅씨가끔이지만승리씨가가끔창피할때있습니까가끔이아니죠如果是面对成员个人胜利尚且只是被语言挑衅可若是五名成员同时相聚胜利则更难招架像是演唱会上仅因衣服扣子引起了 GT 好奇就遭到众人的当场扒衣웃지마세요아이아왜또괴롭히세요아이뒤에가아잠깐만너지금할말있구나뒤에가直播节目中因时长太久成员们不知道要干点什么就直接抢过胜利台湾强行要去跳舞集体打歌时则是更自然的把行为压制直接当做了表演的一部分然而甘愿承受自然不是胜利的作风从那经久不衰的成员个人技深模仿就知道胜利可是摸清了每个欧巴的性子然后将其一一拿下首先对于表面高冷实际却是催三岁的 top 胜利就很有自己的一套他听我听听听他听听죽다고아진짜로어형들너무좋아해而又因听闻队长 GD 亲口所说안돼사우리가이것도맨날웃어요そうですね、なんか別に笑うとこ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だけど、ね、可愛いから可愛いから get 到了 GD 迷之笑点与喜好的胜利更是做到随便一两句就让基勇笑到趴到他背上无法直起身来 Yeah, I know you guys love party with us So, no problem Let's party togetherLet's party together 与太阳相见后不仅唱着太阳 solo 曲出场并毫不吝啬对歌曲的表扬让太阳喜上眉梢곡이너무잘된다고이렇게얘기해줘서사실이게모르겠어요동생이그런얘기해주니까창피하기도하고기분이너무좋은것같아요最后加之欧巴们已共同走过十个年头所以日常看似黑的得心应手实际也是因为长久的爱到了最深处不是吗가수로서진짜웃기고싶으면승리처럼하든지 승리는진짜웃기잖아무대에서 台柱子生气走了所以只能让我来送上今天的最大礼了那就是防弹少年团的专辑
然后看一下本周音乐榜，再看怎么拿走它。觉得一个人坐在这儿有点寂寞。哎呀，你别生气了，快回来吧，回复弹幕了。哎呀，还有需要我的时候啊。那作为这个有基本素养的主持人呢，还是回来跟大家见见面啊。回复弹幕开始吧。2060，为什么每次看到文涛的时候呢，我都会不自觉的翻个白眼？你什么意思？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人见人爱、能屈能伸，你居然说看到我想要翻白眼？偷偷告诉你们。其实我每次看见文涛，我也烦。你不要以为我听不到，好不好？一个人在旁边哔哔哔哔哔的。你看，我又烦了一个。哎，你有完没完？啊，下一个。6 UK YU 多多暗恋暗恋新团，比如盲叉、ASTRO、NCT 这些团都是神经病。我一时之间竟分不清你究竟是在黑谁。可是，都需要你去安利这些团的意思吧？但他们说这些团都是神经病啊。哎，可能说你喜欢去做这些神经病的团的特辑吧。那我做神经病特辑有你就好了，关盲叉 NCT 有什么事儿？励志霍比特，我还记得最音乐当年是韩国、中国、欧美的音乐都在介绍，现在完全变成了韩流了，你让我们这些欧美粉怎么办呀？啊？那我要是做了，你们不看我怎么办？你对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吗？我们每期还不捧你呢，有人想看你吗？嘿呦喂，我就不信了，来点音乐 music。什么鬼？停下！在阳光下等待拥抱，哇，好浪漫的名字。小编你最好看了，快做我插蛋特辑吧。什么嘛，还不是为了特辑才夸我。哎呦，有人夸你啊，看一下这还有你的。支付宝用户0906，真的是没有人关心小编的身体吗？那我来关心一下，小编你要注意身体哦，身体好才能够做我们 winner 的特辑。爱小编，么么哒。那你们怎么能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只能用特辑来衡量吗？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你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是狮子座，其实吧，我觉得小编挺好看的，穿的衣服呢都还不错，而且小编那么辛苦的做特辑，挺不容易的。你又想要什么特辑？你说，我立马就去做，我立马就去做。哎，我看你头像是 JD， 你要 JD 特辑吗？哎，我立马。哎，你还嫌自己事儿不够多是吧？啊，随便答应别人，真的是。好了好了好了，我觉得你要坐下好好反省一下。我就是这边跟大家互动一下啊，送出今天最大礼给大家。桌上这张来自于防弹少年团的专辑，想要拿到它的话，赶紧点击订阅按钮，并且把截图发我们的最音乐日常流水账。哎，至于很多宝宝说从来没有中过奖，小编表示，请多多研究我们获奖人的名字哈，因为负责抽奖的小编对名字的取向比较扭曲。等一下，你够了，你一天要得罪多少人呢？你赶紧回去吧，你避避风头，你多多看点书，你那是走走走。走，我要回头。